人生多多好亲像在佚佗，三年外来的情渐渐在过去，咱真正足久无看呀。这几年，性格打出了重要一步。现在呢，全国82台拢会当看到性格。这个成就，那是性格努力来的，那是有恁的陪伴。就是真心希望大家欢喜就好。就算讲有疫情的阻碍，性格做公益的脚步也唔捌停过。这一切拢是对社会关怀，也是对爱的延续。伸出您的双手，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。有今天的相逢，感谢每一位观众，每一位爱护我们的朋友。是人走出来奋斗的人生上精彩，因为有恁，阮更加坚强，更加有勇气。阮用生命去关怀，阮用真心去听。性格互咱，希望的平台。